买驴打滚，结果没看着驴打滚，看着猪打滚了。其实是误入了一个市场，鼓起勇气第二次进去拍，带你们看看东北的碳水天堂。一进门就是老式糕点。然后这些都是杨家的吗？这个、跟我一样来一块的，还有两娃娃脸长得有点潦草，喜提一个媒婆娃娃脸，馒头糖三角花卷，酥饼肉包子。这边是什么馅的呀？买了一个萝卜的，才1块钱，豆制品也老多了。这是五家吗？炸花生米、炸丸子、炸鱼、凉拌菜。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茶，叫不出名字的饼，麻花油炸糕、油条、玉米饼、酱香饼、金饼，拜了拜了，这应该是各种酥饼混入一家炸串，竟然还有卖盒饭的，这又是些什么饼？韭菜盒子、玉米饼、卷饼、发面饼，又到了熟食区，为啥熟食店都叫八珍？6块，这一袋子3块8，买了一个鸡腿11块8。回家的路上差点起飞，踩到了狗屎，但是走了一路干净了。